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民国初年，有一位姓金的屠户，他一生宰杀的猪只不计其数。哼，叫什么？金师傅，你果然好手艺啊，一刀毙命啊！这算什么？要知道我从事屠宰这行十几年了，死在我手里的猪不计其数，哪只不是一刀毙命啊？怎么，你不相信我的技术？你的技术我是相信，不过我摇头是因为感叹你杀业太重。杀业太重？是啊，你杀业太多，终究会遭到报应。今生你杀猪无数，来世说不定就会投胎为猪，被人宰杀。哼，我才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哎，以后你会相信的。因果报应，我才不信呢。金屠夫对于因果之说不以为然，依旧继续从事屠宰这个行业。后来这位金屠夫去世后，他的魂魄来到了阎王殿。金屠夫，你的阳寿已到，快跟我去见阎罗王。金屠夫，你过去杀业无数，罪业太重，所以判你投胎做三世的猪。啊，投胎为猪？因果报应竟然是真的。来人啊，快把他带下去，让他投生为猪。阎罗王啊，我知道自己罪业深重，可是做猪实在太痛苦了，被杀后肉还要被割成好几块等着卖，求阎罗王别让我做猪啊。那好吧，我就让你三世投生为驴吧。多谢阎罗王，多谢阎罗王。就这样，金屠夫便投胎成了一头驴。去吧。老婆，老婆，快生了，生了。哎，我真的投生为驴了。小家伙，你可总算出来了。谢天谢地，总算生出来了。这两位就是我的主人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金屠夫转胎的驴也长大了，便经常载着主人外出。小家伙，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办事情吧。老公，路上可要小心，早点回来啊。放心吧，这个小家伙走得很快，傍晚就会赶回来的。可是很不幸的，这次小毛驴载着主人外出时却有了危险，他们在路上竟然遇到强盗抢劫。哈哈，小子，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啊，强盗！哈哈，等了这么久，终于有人经过可以抢劫了。你们是强盗？我身上没有钱啊。没钱，没钱就把命留下。好，好，我把钱给你们，求你们别杀我。对嘛，快把钱交出来，交出钱就饶你不死。快跑，快跑啊！给我追，别让他给跑了。小家伙，快跑啊，要是被他们追上，我们就死定了。不要跑，快给我站住。还想跑？等我们追上你，非把你剁成肉酱不可。金屠夫转世的小毛驴载着主人跑到一个路口，情急之下他随即朝其中一条路跑去，可是没想到这条路的尽头竟是一条河流。啊，这该往哪里走呢？小子，还想跑？我看你是活够了。就走这条路吧。啊，是河，
这要怎么办啊？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天啊，难道今天注定要死在这伙强盗手里吗？前面是条河，他没有路可走了。哈哈，等我抓到他非砍了他不可。这都是因为我选错路才害主人走投无路的。不行，我一定要救主人。看来我今天是要死在这里了。我一定要救主人，我一定要救主人。驴子这样想着，随即奋力地跳进了河里。这头毛驴它不要命了，竟然跳进了河里。哼，河水这么深，绝对会把它们淹死的。哎，到手的买卖就这么没了，我们回去吧。在毛驴的努力下，主人终于逃到了对岸，但毛驴却不幸淹死在河里。小家伙，小家伙！金土夫投胎的驴子在死后，其魂魄又来到了阎王殿。阎罗曾判我三世为驴，现在还剩两世。金土夫，你将再次投胎转世为人，且还能担任一个小官职。什么？阎罗王啊，你不是要判我三世为驴吗？是啊，你前世杀生无数，按理的确应该三世不得投胎为人。不过你投生为驴时，曾救了你主人的性命，以这样的功德，使得你将再投胎转世为人。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希望你投胎为人后能珍惜向善，不要再做杀生这样罪业深重的恶业了。是的，谢谢阎罗王，谢谢阎罗王，我会记住的。乌龟报恩。住在大河沿岸的渔家，每天都会划着渔船，早出晚归的到河里捕鱼。有一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清晨大家纷纷开始出去捕鱼。啊，今天的天气真不错，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是啊，不过今天也够热的，早上太阳都很大的。老头子，趁现在还不太热，你就早早出去捕鱼吧，要不然等下热起来了就不好工作了。我也这么想的。爸，你可要小心啊。放心吧，这么好的天儿，江里又不会起大浪，我划了一辈子的船，还会出什么事啊？放心的。爸，再见。张爷爷，今天收获如何啊？哎，今天下网三次，只抓到了几条小鱼。你呢？收获怎么样呢？我也没抓到多少鱼。今天这河里的鱼好像都躲起来了似的。怎么，你们也没多少收获？我也是啊，看来今天还得再多撒几次网才行啊。是啊，我去那边看看能不能抓到更多鱼。我也得换个地方，刚才在这里撒了网，什么也都没有。然而大家谁都没有想到，早晨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到了下午竟突然乌云密布。哎呀，这天好像要下雨了啊。张爷爷，好像要变天了，你看天上的乌云越聚越厚了。是啊，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要是一会儿下起雨来，可就糟糕了。不好，暴风雨快来了，我们要赶紧靠岸啊。河边，渔夫们的家人见天上下起大雨，江面上涌起大浪，便急忙地跑到岸边等待自己的亲人，希望能平安归来。快看啊，那条船快翻了。
啊，快快去救人啊！这真是悲惨的一天，许多渔夫的家人全都跑到河边来设法抢救。在大雨如注之下，他们大声惊呼哭嚎，救命啊，救命啊！渔夫们有的有救回来，有的则下落不明。啊，好危险啊！太好了，终于救上来了。那个好像是你家的柱子哥。我家老头子呢？你们有看到我家老头子吗？老公，我很担心你回不来啊。不要哭了，我这不是没事了吗？大叔，你有看到我爸吗？刚开始我有看到张爷爷，但是张爷爷的船翻了后就掉了水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老头子，老头子，你不是说不会有事的吗？你快回来呀。咦，大家看看远处那是什么啊？岸边的人把目光全部转向江河河流口的浪头中，一个大黑点子在那里沉浮不定，渐渐飘近。那个黑点是什么？不知道啊。就在大家把目光集中在渐渐飘近的黑点上时，雨停了，浪也变小了，天边挂着一道彩虹。大家指指点点，在看着河面上漂浮着的那一团黑点。妈，那好像是一个人啊。啊，是什么人啊？会不会是你爸爸呢？妈妈，那是爸爸，是爸爸。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这真是一个天下奇事，飘来的真的是张爷爷。大家手忙脚乱地将张爷爷抱上岸，而那只大龟也爬到了岸上，向张爷爷点了三个头，又慢慢爬入河水中去了。爸，你没事吧？老头子，你还好吧？我还好。张爷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船翻了以后，我就昏昏沉沉地掉落河底，就在那时候，我身子不由自主地慢慢浮了起来。等飘出水面时才知道，是一只大乌龟将我浮载了起来。后来我细细一看，那只大乌龟的脚上还绑着一条红丝线。那只大乌龟脚上怎么会有红丝线啊？我与这只脚上绑红丝线的乌龟是有一段缘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记得当时我才八九岁的样子。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几个小孩子在路边烧火。你们烧火是要做什么？我们要把这只乌龟烤来吃。听说很好吃的哦。啊！当时看到那只乌龟流下了眼泪，我心里很难过，于是便和那几个孩子商量，不要烧死这只可怜的小乌龟。可是他们不肯答应，我当时一心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抢走那只小乌龟，拼命地往河边跑。不要跑，快把乌龟还给我们。就在他们快要追到我的时候，我一伸手就将小乌龟丢到河里去了。如今事隔几十年，小乌龟也长大了，并且救了我的命，可算是报恩了。所以希望大家多做好事，多多放生，将来一定会有好报的。杀生吃肉，体弱多病。
先生小姐，你们好，请问你们想点些什么呢？小姐，请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招牌菜呢？我们店最有名的菜是红烧猪肘。啊？什么？那王先生，我们就点一道红烧猪肘，你看怎么样？不好意思啊，我只吃素。啊？只吃素？你还不知道王先生是吃素的吧？今天我们就点些素菜，一起陪王先生吃素吧。哈哈，好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吃素。小姐，请你给我们上一桌素菜吧。好的，马上就来的。朋友对王先生吃素的习惯非常好奇，于是便询问缘由。王先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我吃素已经有十年了。这么说，你以前也跟一般人一样吃过肉？是啊，以前我也吃过肉。也正因为吃肉杀生，我和我家人的身体健康才每况愈下。王先生便向朋友聊起了自己家里杀生吃肉所遭受到的种种不祥与果报。小时候，我的父亲厨艺很好，他最拿手的菜就是红烧猪肘。料理方式是将猪肘表面抹上蜂蜜，再用油炸，待猪皮炸得有些淡黄色后，再用大锅炖煮。爸爸，你在做什么菜啊？好香哦！我现在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肘。真的呀？太好了！红烧猪肘我最喜欢吃了。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父亲做的红烧猪肘，不过父亲自己最爱吃的是螺蛳。爸爸，我又捞到一个了。多捞点，等会儿回家我们就做来吃。爸爸，你看，我们捞了这么多喽！今天收获的确很多。乖儿子，我们也该回家了。嗯。这些螺蛳带回家后，会先养在水缸里，两天两夜不给他们吃任何东西，好让他们吐沙。爸爸，这些螺蛳什么时候才能吃啊？现在他们肚子里有好多泥沙，我们要先放个两天两夜，让他们肚子里的泥沙吐干净了，才可以来料理。等螺蛳把肚内的泥沙吐干净后，父亲就会用老虎钳活生生地把螺蛳尾部夹碎，这是为了吃的时候方便食用。爸爸，这些螺蛳都吐了两天沙了，应该已经吐干净了吧？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们煮来吃了。太好了，现在就来煮吧。别急，我们还要先把螺蛳的屁股夹碎。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如果夹碎螺蛳，它们一定很痛的。儿子，只有把它们的屁股夹碎，煮熟后吃起来才方便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父亲爱做猪腿，又喜欢吃螺蛳，后来终于果报现前，使得他常常在走路的时候，两只脚常不听使唤，不是抬不动，就是停不下来。医生，我的脚究竟是怎么回事？总是不听使唤，我给你开些药吧，这种是特效药，擦了以后很快就会好的。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但谁也没想到，我父亲在擦了药之后，两条腿竟然肿胀起来了，非常离谱，看起来就像是刚做好的猪肘子一样。后来我父亲又罹患了一种怪病，让他的手脚一直忍不住地颤抖，
那种情景与被他夹掉尾巴的螺狮一样，痛得颤抖难耐。爸爸，你怎么了？我送你去医院。医生，我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父亲得了帕金森氏症。啊？后来我自己也因为杀生吃肉而遭受恶果。在读书的时候，我得了两次忧郁症，前后痛苦了4年才渐渐好转。真没想到，杀生吃肉竟然会有这么严重的报应。是啊，所以后来我才因此学佛，并且开始吃素，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渐渐消失了，身心也慢慢安定了起来。那您父亲的病情后来怎么样了？我父亲患上这些病都是因为杀生吃肉的果报，所以我就替父亲忏悔，不仅忏悔杀生的恶业，更忏悔我们用残忍的方式烹煮，害得这些众生苦不堪言。我父亲后来也知道因果可畏，所以跟着我发心吃素，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他老人家的病竟然全都好了。哎，看来杀生吃肉真的不能做啊。是啊，我们也得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忏悔，以后不要再杀生吃肉了，否则果报迟早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先生，你们点的素菜来了。王先生，今天听了你的故事，我决定以后不再杀生吃肉了，我也想试着跟您一起吃素。对，我们一起吃素。这样做既拯救了众生又救了自己，何乐不为呢？对的对的。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微风轻拂河堤两旁的芦苇，涓涓细流缓缓流过。坐落于屏东县盐埔乡的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共收养了856只狗儿。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即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心生欢喜地跳上跳下，尾巴也随之摇摆，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盐埔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也很喜爱亲近人类，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受到伤害的狗儿们，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因此在照顾上，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视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屏东盐埔护生狗园。台湾救狗协会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能在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希冀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清扫时思维，愿一切有情贪嗔痴的尘垢完全净除。当我清扫尘垢时，我正根除他们的三毒啊！所以中国人说扫地、扫地、扫心地啊，把这些贪嗔痴污染五毒都给它给扫掉了啊！所以要这样去观想。那各位最常做的就是擦桌子这样啊，所以在擦的时候也是这样讲，众生的贪嗔痴通通洗除了啊，愿他们皮肤外表漂亮啊，这样啊，愿他们呢个个都好像在净土一样啊，所以升起一个利他的念头。